在我们来介绍安德烈教会。刚才从外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安德烈教会。当我们信徒一进来的时候，会拿起这个蜡烛，然后当我们来拿蜡烛的时候，我们会为就是你需要带导的人，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每个教会放的地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进来，为跟那个希腊的朋友，我们已经点过蜡烛了，所以我就不再点。那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为我们需要带导的人祷告。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蜡烛是也是献给神的，所以它是从那个蜜蜂蜂蜡，是一个很好的蜡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可以插，如果这边插不够的话，还可以插在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安德烈教堂，你可以看它是非常高的，然后上面都画满了圣像画。那圣像画当然是很多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一介绍，就是这个icon， 所以它每个圣像画都有它的神学含义，还有它的事情，还有事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不细讲了，因为我的课程有很多都有讲过这个圣像画，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接着看。那可以看这一面墙，你看到处都有。那它这个不是圣像画，它这个是马赛克，马赛克一片一片贴上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另外一边也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圣像画，那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圣像画应该你们也知道，那我就你可以看到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建筑物，建立他的人口，他的标志，他的信封，然后这都是为神来献上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这边都有点的这个油灯，这也是献给神的，但是每天都要更换，那这个是用橄榄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幅圣像画我也讲过，它是圣克里斯多福，然后他坐在耶稣的背上。那这个是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我有讲过这个课有关内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神，接下来可以再来往这一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这边我们可以看所以我可以看看天花板可以看到有这个圣像画，这都是在这个圣安德烈整个教会最下面，它就是提醒信徒坐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告诉神，圣徒就是他也是圣徒之所以是圣徒，他也是一般人，但是说经过他们的就是与神合一，将所有的信都信念神，然后他们也成为神。圣徒并不是他们也成为圣徒，圣徒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圣像画，你可以看到它镶着玻璃，因为信徒会来亲吻它，那所以它会镶着玻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幅是耶稣受洗的圣像画，这幅的内容我们也介绍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墙壁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是马赛克。那这个细节圣像画的内容细节，我今天就不再细讲了，因为这个圣安德烈你们应该知道，那他就是十二门徒之一彼得的兄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这边也有一幅，那这两侧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是马赛克，它是用这个马赛克这个一片一片一片贴上去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到这边，那这个是圣安德烈的头颅，他的头颅被镶在里面，那信徒会来这个教会，然后会在这个会画三个十字架，然后我们知道他画十字架的手都是圣灵，然后这个我们知道，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屋顶，
那它都是这个圣像画衔接的，就是你一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感受到这个教堂的氛围，它不是一个机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也不能说是华丽的，它是一个庄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体验。那就是你心思如果有杂念的话，你看到这个每一幅都有它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再看这边，不要打扰其他的信徒。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布满了圣像画，然后这边有梁柱，梁柱当然它也有它的含义，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就不再讲这个细节。还有这面墙，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它叫做圣壁。那圣壁每个圣像画的排列，我们也讲过，今天就不再细说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面墙后面就是祭坛，祭坛的最上方就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拥抱着这个耶稣，这个是每个教堂它都是会这样的排列。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花板上，然后它这个圆柱，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圣像画的立体跟立体，然后它的排列，那我们都可以知道。还有在那个排列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就是圣像画课程有讲过，它的排列不是随便排列的，它是有它的这个位置的排列，不是说你要放哪一幅圣像画就放哪一幅。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是主教所坐的，主教坐在这边，然后另外对面那边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是神父 priest 在那边讲道，因为在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圣礼仪领圣餐，讲道是其次的，是在两侧。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花板它有两层，那这个几层的话是看各教会的大小来决定。那这个圣安德烈教堂，它是在那个派特拉 Patra 那个在希腊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堂为什么叫圣安德烈，是安德烈所建立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悬挂的灯，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连它的这个雕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老鹰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含义。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就是圣安德烈教堂里面它的这个圣像画的这个让你们看到，因为有很多人就说，我常常来希腊，为什么不仔细拍个就是教堂的状况？那我今天拍下来，那每个圣像画，你知道有一幅圣，不是有一幅，就是每一幅圣像画，我可能每次都要讲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圣像画，我不可能就是每个都解释给你听，所以我就是大致让你们快速的浏览。那至于细节的话，那回去我可能就剪接再慢慢的详细讲给你听。还有你看到最上面圆顶，圆顶的圣像画是永远一样的。那这个圣像画我们称为 Bandofrado， 那这个 Bandofrado 就是耶稣会审判的时候，他是最后来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圆顶的时候就知道，这种事就是画的耶稣就是审判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周围，它周围有这个使徒，也有这个天使。那因为它的圆顶不够大，如果够大的话，它一层一层圆圈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摆饰。那我们之前也讲过，那在圆顶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在那个 Genesis， 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亚当跟夏娃 Adam and Eve 要体验这个过程。看到在这个圆圈，它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Can we go to second floor？ I don't know. Okay, we will stop here. 那今天先到这边暂停，那看看如果能够到二楼的话，改天再来拍；如果不行的话，可能看看有谁可以帮我代拍，我们再来拍。好，那今天就。